无论您同意与否，我都不会轻易离开他的。你跟我年轻的时候真是一模一样。妈，怎么样？最近好点没？老样子，没怎么好。您现在好好休息，什么都不许想，公司交给我和江月。对了，妈。妈，最近我们在研究 Love Note 改版的事情，这方案您看看。这是我们这次改版的核心主题。没错。是谁想到了方案？江月和我。我们俩在一起以后，对爱情有了新的理解，也融入到了这次的改版当中。让儿子给你讲讲。这次呢，我们主要是划为了三个板块。第一板块我们更新了之前的一些 bug， 第二板块我们更新了一些。我们想联手打造一个最伟大的产品，让每个年轻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真爱。对，爱是我们面对世界的武器，也只有爱才会让我们更美好。更针对于现阶段我们的用户属性，所以嘛，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，等您再回到公司的时候，我保证一切回到正轨。我才离开公司两个月，但是已经发生那么多事。现在真是年轻人的世界啊，我也可以考虑考虑退休了。可别，不工作到八十岁都不是您的性格。说好了完璧归赵的啊，赶紧好起来，别想退休的事儿。嘴那么甜。我想跟江月单聊几句，你们两个去买点东西给我们喝吧。不是，你聊什么嘛？我又不会吃了它，去吧。佳欣，来吧。江月，你跟佳欣，我跟佳欣挺好的。如果你想让我离开他，我以前可能会犹豫。但今天我想跟您说，我是因为嘉欣才知道什么是真爱，是他给了我面对爱情的勇气，所以无论您同意与否，我都不会轻易离开他的。你跟我年轻的时候真是一模一样，无论是工作或是爱情，一旦自己认准的，绝对没有放弃两个字，这是优点也是缺点，除非正好遇到那个值得的人。嘉欣对我来说就是那个值得的人。你们年轻人的感情我也不想再管了，反正公司已经交给你跟嘉欣，就放手去做吧。公司也到了该重新洗牌的时候。谢谢您。